二三，这是一个蛮真的鳗鱼饭，看到没有？哇，等于是在鳗鱼饭里面再放一个蒸笼啊，不一样哦，跟大家所知道的鳗鱼饭是不一样的哦。看起来比较软，比较酥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比较软，对。对啊，人在小仓屋哦，我是王瑞阳。